请观赏超级星期天。骗他们自己，哎，我不晓得，反正是上当经验，哎，就上人被上当被骗的时候心情都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要请他每一个人来自己讲一讲，诉苦一下，诉苦一下，要把经验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也不要被骗。好，我们现在就要欢迎谁？又帅，歌又唱得好，又会演戏，又会写歌，又会吃饭，还可以睡觉。得奖人是咚咚咚重缺胡好此人啊。在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第一位呢，我想我们今天呢要换一种说法，人长得不帅没有人要出来。我也不是，这可能是女生啊，女生不能用帅、啊、不管不管，人长得不帅，歌唱得还可以、啊、品德哇这么烂，谁愿意出来啊？有没有写书呢？哎，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吴宗宪。恭喜啊，恭喜啊。啊，就上当了。这个今天讲上当的经验，哎呀，以吴宗宪这么聪明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被。我告诉你啊，哎哎，在去年的时候，我在记得那个是在愚人节前后的日子了、嗯、有一天突然间接到一通电话，打到我行动电话里面，好急哦。哎呀哎呀哎呀，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让你慢慢讲，你慢慢，什么事情那么急呢？哎呀哎呀哎呀，后来终于搞清，他有病。后来哦，我终于听清楚，他说意思好像你女朋友发生车祸。哎呦，哎，在台大医院，简短的就那个女朋友车祸，台大医院，我就抓到这几个 key word。但是变成我着急了，对不对？哪一个？哪一个女朋友呢？在哪里？他说你不要急，慢慢讲。我都问题是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姓什么？姓什么？是不是重要的那一个？后来这个不管三七二十一了，赶快去台大医院再说。台大医院急诊室，哇！我一边开车，我心里面我头脑筋可转得快啊。这时候我一看手表，今天不是4月1号吗？嗨呀，想骗我？想骗我？那门都没有，我告诉你，窗户都关起来。哈，我这个时候我心里面笃定了，我就把车停好。之后呢，我就想，好，等一下呢，他们想要愚弄我，那看我怎么样让他们上当。然后我就到急诊室里面，啪，冲啊，跑了。很快假装的很严重上、啊、然后冲到急诊室里面，你知道吗？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结果怎么样？好好玩了、哦、你快讲好不好？烦了，你拿那么多时间气氛，气氛拿那么多时间让你酝酿，要酝酿，要酝酿。后来冲进去，哇，一看女朋友真的车祸了。这哪是，你是愚弄我们的？这不是愚弄我们的。我跟你讲，他女朋友躺在他去推人家，哎，受伤了哈、哦、哎呀，好痛好痛。起来起来，别骗了，这样子。我以为哦，真正能让我上当的根本是不可能。后来原来让我上当的，居然就是我自己啊！标准的自娱娱乐。对啊，谁说4月1号就不能出车祸？是不是这样子？谁规定的？管人家那么多啊，是不是？谢谢吴宗宪。开玩笑，点到为止就好，不能拿人家家什么受伤啊，绝对不行。而且真的不能骗女人，吴宗宪听到没有？哎，接下来我们再介绍这一位呢。嗯、好，回头一看就想起来，要先看一下来宾是谁，又漂亮，又漂亮，又会唱歌，又会唱歌，人又聪
危性不高，很酷啊。可是高危性很高啊。我刚刚因为我看了上一次播出的节目就不够高，还被娇娇笑，所以一定要准备。你穿那么高的高跟鞋，还是没有小燕姐高。有啦，你真是够意思啊！哎，赶快！哎，不会讲。那时候刚出道，出道然后就去上一个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是介绍一些东西啊，一个很昂贵的花瓶。我还记得那时候是顺子跟陈为民把它打破了。然后当场就吵起来了，然后那个歪哥就出来打圆场。你不是吓坏了吗？那我们是新人啊，在旁边都快哭出来了。要想他说这个有180万，虽然说我好像也赔不起，就眼泪都已经快掉出来。然后好像赔不起，我可以可不可以要直卖房子都卖我妈的房子都得还啊，对不对？那时候刚新人出来，真的是好紧张啊，然后也很想去劝，真的是这样眼眶打转，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假的，所以以后只要是四月的前后左右，就打了什么东西你都不要管，就不管他了，就是小心不要被骗了，只能自保了。现在谢谢傅威，谢谢谢谢。哎，接下来我们去介绍这一位，人长得不帅，但是呢可以扮男扮女。我看没有别人会出来了吧？哎。自己举手了，自首无罪。哎，朴学亮！哇，偶像，天王，这个叫做天鹅中毒。哎，讲到这个舞蹈，我最厉害。你怎么会想到那种天鹅中毒的舞？这种舞蹈一般那个骨筋骨不灵活，跳不出来的。哎呦，主要是爵士舞啊，不一样。那这个肉多，尽量不要做晃肉的动作。你来试试看，你这也不对。哎呦，下半身是没有动的，只有上半身在。看一下，哦，真的有那个嘴。天哪，动作很多的。天鹅中毒，天鹅中毒。你这个有没有些上当啊？被骗啊？这种。对，而且我是被同一群人骗两次，我还是不知道。同一群人。他们的那个骗法是用一种那种电话那个问卷调查的方式来骗。我看同一群人是不是就在后面？是不是？哦，你干嘛都看我这边干嘛？哎，其实比较严重一点。哎，他们问什么呢？对，因为一般我们在过日子不会去看今天是几月几号嘛。对对对。四月一号谁记得？对，被骗过隔一两年会忘记了，所以我讲第二次比较更难过一点，因为我记得我是两年前的时候结婚的。两年多前的时候刚结婚，然后蜜月了，刚蜜月期过了嘛，到三个月多，年底结婚的嘛，刚好一下就到四月一号了。那一天就有人打电话来了，说他是什么优生保健的什么什么中心，中华民国优生保健什么。哎，我们去资料知道你刚结婚，你们有没有打算做家庭计划？跟我讲什么？不好意思不回答，说是没有那个很清楚这个事情。那你有没有做那个婚前健康检查？哎呦，我就更严重。对对，一想没有，我不知道讲有还是没有，我说没有，那就推荐了一些地方叫我去啊。我想这个蛮专业的，他越问越的问题就越来越深，不知道如何回答。哎呦，问你这个打算生几个小孩啊？平均一个礼拜跟老婆在一起几次啊？这是不太好回答，可是你还是一五一十的跟这个，因为他是卫生保健中心。对，那我们老实人问卷调查，我们就配合一下。一配合之后，等到我讲完我的事情都被了解之后，他说谢谢你的合作，很客气的挂完电话。隔不到一分钟，另外的人打电话来，你的那群同学，嘎嘎嘎嘎，不能摘哦，不能摘哦，所有的事情都被了解。那跟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关系？那个人我是另外一次的，我不是问这种家庭计划。那你是？他是问那个，他其实还有一次经验也蛮好笑的。他问的是那个，也是问卷调查嘛。电话打来以后，你说我们可以跟你做个问卷调查吗？不好意思拒绝。他是问说你有没有抽烟？有。你一天抽几包？不到一包吧，就这样子。然后说，有没有考虑要戒烟？反正题目都是很正常的。最后说他是一家新的香烟公司，出品一种新的香烟叫做哈勒，哈勒哈勒哈勒啊。他说如果你有没有看过啊？我说我没有看过嘛哈。有没有抽过啊？没有抽过。这样子，我们现在是一种试抽的活动嘛。所以说你只要跟着我的电话里面一起跟我讲三遍，哈勒哈勒哈勒，我们送你两条试抽。结果他还傻傻的哦，他就贪小便宜，就是这种人。编辑也都懵，共讲六个字，为什么不讲？哈勒哈勒哈勒。被骗了。结果那两条线到现在还没有送过来，根本没有那个牌子嘛，是不是？谢谢谢谢谢谢。
这是一只中了毒的笨天鹅。老实天鹅。哎，接下来我们再介绍这一位。哎，今天来到我们这里，让我们来看看他，声音很好听，人很瘦，黎明柔。天哪，我真是怕他的那个腿啊折断，你知道吗？怎么看到两根油条在走？刚刚那是天鹅中毒，这是露丝，白露丝、啊，他不是白露，他这两根是牙线。好了，我穿应该穿裤子来的，像上次一样。好瘦啊，真的瘦的。是你稍微有点肉好不好？他本来就是那种瘦瘦的那种。本质我想体质就很瘦。哎，体质就很瘦。来讲讲你的这个上当的经验。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但是实在要我说，我只能说我觉得我每次谈恋爱好像都是上当的经验。好可怜的、哦、这个当上的可大了。哇，所以我失去了什么？没有，不是，因为他每次都说啊会爱你一辈子，但是最后只有在你生日的时候打电话祝你生日快乐。最后呢？最后没有啊，最后就没有啊，就只有，如果还记得生日的话，就祝你生日快乐一下。可是那个也稍微会温暖一下的感觉，对不对？要连生日都不记得，更难过了。对呀、啊，如果生日都不记得，不是？对，谈恋爱这件事情实在蛮伤感的啊、哦！一听到这里就是有点难过，不要难过，还是自己长胖一点。哎，这个天涯何处无芳草，对不对？哎，这里这么多，这么多草、啊，你们都是芳草啊，各位，芳草碧连天。草碧连天，等一下，黄子就要记得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啊！我个宝贝，慢慢排队吧。哎呦，慢慢排队。哎，谢谢李碧柔，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到这一位，长得帅，歌唱得好。哦，这两个你们自己催权决定，只剩两个人了。而且这个人是真的有人喜欢的。哎，又没有人来了，又没有人出来了。但是呢，他现在正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抉择。哎，讲得这么严重、啊。对，让我们热烈欢迎王健杰。辛苦了，辛苦了！音乐那么长，人家动作都做完了。谢谢。骑马来了，有没有？哎呦，骑马来了。雨鞋好特别啊！对对，没下雨也平时就带着嘛。准备有准备。防止下雨的时候穿。哎，人家是一件劲装，这叫劲装。哎，骑马谢谢。哎，骑马装健杰。哎，小燕姐，哎，好的，你好。我们来听听看。骗的这个对象是我的好朋友，我想也是大家知道的张秀清。他很好骗，他好骗，那个笨女人、啊。那因为有一天啊，我想，因为我们私底下就常常电话联络嘛，那有一天我想，我应该逗逗他，那要怎么逗呢？于是乎我就装了一个声音，我这么代志，随便嘴里去唱一张暗会。哎呦，人家这一骗都听不出来耶，而且听不出来，很变态的感觉。没有变态。他说，然后要去哪里唱歌？我就跟他说，哦，是的，屏东那里最得了。他讲的地方都很奇怪，就是屏东嘛，最得了，随你聊有啊。然后我就问说，那张秀清，你唱一场要扣我多少钱啊？他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就很秀说，你是不是说不说啊？他就被我吓到了，他就不敢讲话。免钱啊，大爷。然后后来他就很犹豫的说，你是不爱你啦，你若不我就亲在包包里就好啊。他就不敢讲话了，然后因为你很凶，对不对？对，我后来就笑了出来，他就说啊，是我，他居然不相信是我。哎，不过他的声音装得不错，哎，王健杰说不定将来还可以骗音。对啊，而且还有那个味道，那个凶凶的味道。因为一般呢、哦，我如果装这个声音的时候都在家里，因为常常接到那种不认识的电话。哎，我找王健杰。啊，你多大了？哎，我天！哦，没事。哦，一听声音那么凶，不敢了。哎，谢谢。接下来真的要介绍一个长得又帅，歌唱的又好，这是天鹅，这是天鹅，小刚妹。哎呀，鞋子太大了，一拽好像要掉出来。我可以把秘密讲出来。小刚看起来这个好像哎乖乖巧巧的，会不会骗人呢？我曾经骗过我们家的狗。哇塞，你好棒！你可以骗你们家狗哎，不容易。他听哪一种语言呢、啊？哎呀，小刚能通狗语啊。不是，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我这个人还不太高的时候，我现在人长高了嘛，在我长高之前呢，我们家养一只长毛狗。
我跟他很好，我常常带他去散步啊。然后这只狗的缺点就是他毛太长了，然后我就想把这个狗的毛给他剃光，理一个平头。于是呢，我就偷我爸爸一瓶高粱酒，灌狗喝酒啊，灌了就不稀奇了。找他干杯。我就把这个酒下在他的饭里。啊，我还以为你跟狗划拳呢。我就骗他嘛，然后吃了呢他就醉了，醉了呢我就把他理成平头，这样。然后那个狗起来一照镜子，哇！第二天呢？你骗我！还讲话，让你骗我。第二天呢，这个狗就不见了，跑了，自卑。可是他可能不敢见人，太伤心了，太伤心，太伤心了，被我骗。不是，他去找酒喝了。哎呀，好难，这个饭不错。哎呀，这小刚怎么会骗狗？骗狗不容易，奇怪啊。哎，谢谢小刚，谢谢。这个嘴巴我是爱的，不能让人家的，比如说哎套胖的人啊，心脏也爱的也不行啊，受不了了，不哎再怎么样上当的开玩笑只能这个小小的，哎小小，而且要赶快揭发他，不要让他这个哈了哈了哈了就可以了，对呀，大家就乐了嘛，哎其他的，哎其实的最好是不要骗人，这次都会有报应的。好，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特别来宾，谢谢，待会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请不要走开，超级星期天走吧。对呀、啊，因为来到了哈林夜总会。哈林夜总会，今天也不知道要请到谁，不过请到这一位我知道了，这一位是跟庾澄庆有点关系。又跟我有关系了吗？哎，他跟我说他非常崇拜你，从他在进入还没进入歌坛之前，他每一天都要唱你的歌。哎呦，这种关系啊，那可以多多发展啊。对，然后他骑着摩托车就唱你的歌，唱你的歌，唱到他要唱歌的地方。他会不会弄错了？他骑着摩托车唱那个。我从山里来，那不是我的歌啊，他在以为是我的歌吗？不是、啊、他真的唱你的歌，唱着唱着唱着就到了他演唱的地方，他就不唱你的歌了。他怎么这么没水准？不是，我以为他唱着唱着到那里继续唱我的歌。没有，他唱你的歌就是为了开嗓。哎呦，我的歌有这种功用啊。哎，你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开嗓。哎，这个人不但开了嗓千载，而且是哇出了大名了。哎呦，那归功于我的歌。对对对对对，还是跟我有关系。对，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张宇。耶、大家好。四方无力，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谁紧紧锁门，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洒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洒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谢谢谢谢谢谢 Yes Yes。哎，小燕姐好，好久不见，小燕姐好，小燕姐好，于偶像好，于大哥好，用我的歌开场，哎，
哎，你看到没有？崇拜你，对不对？哎，不过张宇其实真的，他讲说他真的每天在秦梦的厕所就用你的歌来开嗓，所以你任何的歌他都会唱。几乎，哎，几乎全部的歌都会唱。几乎真的吗？可是我来哈林夜总会，我是要考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红的歌，哎，都被我唱红了，在我以前唱歌的地方。他恐怕自己都记不住了。没不红的歌，你当然也不会晓得。哎，有一首叫什么《抽根烟》，你记不记得？哎哎，那个叫什么名字？叫哎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头很痛，想数数还有几个手指头，低头看一看，吓坏我，手指头它还会动，多无聊的歌啊！手指头当然会动嘛，是不是？哇，你居然能唱这种歌啊！考得好嘞，来，真的记得住，还真的没有被你考倒。不过呢，我想理解你，既然人家这么了解你。我在想你了解不了解张宇呢，人家现在这么红，他的歌你会唱吗？我告诉你我还真的会唱。怕不怕？我告诉你，尤其啊，他那个大家，他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人不错，走路有风。对，他有大白。不是，那是梅艳芳，对不起，那是走路有风，我就觉得哎，歌不错，而且自己写走路有风，没想到你的风是这种风啊！啊，你神风特工队啊！哦，后来我就注意他，没想到第二张唱片，这个用心良苦应该算是你的第二张唱片，对，就红起来了。哎，没有怪我的眼睛没有看错。哦，那可是不要你不要一直扯的呀！我说你会不会唱人家的用心良苦？哦，你发现我扯得远了一点了，是吧？对，我只是准备了一下，那是有准备。要不然我也不敢扯这么远，再被你拉回来我怎么办？用心良苦这歌不错，可是我来唱感觉会跟他不一样，就是心用的不一样。他比较深情，好像有很多东西积压在心里面，可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就要把它放出来，给他放出来。你笑什么？你闻到了？对，受害者在这边。用心良苦让你苦到死，我放出来就不苦了嘛，对不对？好，哎，人生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来看看每个人态度来表现歌曲有什么不一样。来，吃饭面用心良苦放出来。耶耶耶，你的脸憔悴，你的眼含颜流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Yeah! 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迷，胜过你心思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我叫，熄灭了还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过，你的手。苦，这个苦有点像最后牙拔掉了。不过我讲张宇啊，这你听了这个庾澄庆唱《用心良苦》，对他更崇拜了，对不对？哎，但是呢，不愧是庾澄庆。哎，对，但是你可不可以把他的歌也用你的感情唱出来呢？对呀，你不是说你会唱很多歌？你今天唱一个大家比较熟的，好，试试看。试试看。不过呢，我带着我的随身的武器。哎呦。对，什么样的武器？来人呐、啊，虎头铡！哎呦，怪怪，大白铡。这钢琴看起来好像不太能出声音的感觉。这个钢琴呢，哎，我有情绪的、哦。它跟你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吗？对，怪怪，你弹弹看有没有声音？哦，搞不好会走音。我跟小燕姐一样会走音，什么会走音？这麦克风已经架好，哎呦，你都准备好了。这个琴呢，这个台是34年，它有34岁了，哎，所以这个哎。哇，你要好好弹啊，古董。哎，来，我们来听你选一首。你不要讲，让我们大家猜猜看，好不好？什么名曲？
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这样子会不会奇怪了一点？这个歌叫《快乐颂》啊，我这样子看你一点都不送嘛。可是，啊、于晨曦，请你不要，他这什么心态啊？小燕姐说要我的方式啊。对呀、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把人家的用心良苦唱成那个样子？那是我的态度啊。哎，那这是人家的态度啊。啊没有。哎。好，你唱嘛，你唱嘛，你唱嘛。不是，你要等人家听完，然后我们看观众的表情、不同的方式，对不对？琼瑶有琼瑶的。我跟他讲一下话。你好好唱哈、哎呦，比我壮，头还比我大。你看他的头有多大？对呀、啊，不要惹他。对对对，你赶快唱。您唱您唱，好听好听。哎，小燕姐是我的靠山。我们要带给你张宇的方式，他的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快乐吗？我想一想，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还有、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最后那么大一个 happy， 一、小燕姐，小燕姐，等一下，等一下，这什么态度啊？等一下，你看人家都有笑容。哇，今天来的来宾都不太正常。张宇哭成这样，他妈，好好笑。哎，问题是说，只要女人让别人快乐，哎，他就成功，这是张宇的方式。乖乖，哎，以后我出去，我搞不好一不小心。啪鸡蛋就丢上了，哇，这也真是新鲜，我第一次看到，哇，不错不错不错，谢谢，好了好了，这个三十几年的老钢琴请他离开现场，他今天听张宇用这个弹快乐颂，他已经快散了，难过。不过我到这里要讲一句真心话，我想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可能跟我看了感觉都一样，张宇也好，庾澄庆也好。他们两个人基本上是比较属于粗线条的男人。哦，你说我们两个头都蛮大的，对不对？镜头放不下了吧？哪一个在哪里？哪一个？哎，哪一个？啊，小的，小的。不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两个大头转不方便呢、啊？哎，镜头放不下了吧？啊，你说我们这是我们的共通点，是吧？对，所以呢，你们两个其实啊，唱这种应该唱一个比较。很男子汉的那种歌，你什么话？你说我们刚刚唱的都不够男子汉吗？不是不是，就是说整个歌的感觉，男子汉，男子汉，好像饮料的广告。对呀、啊，男子汉啊。哎，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北方人的那种歌嘛，你就讲北方人的歌嘛。对 对，北方人的那种歌。哎，也对啊，来个北方人大嗓门的、哦。哎，大嗓门，你们俩根本就。嗓门嘛，我们两个嗓门其实加起来怎么有小燕姐来的大？他那个音量真是可怕，小燕姐你一个人独唱好了。不要嘛，那个、歌我不能唱嘛，那个、歌词是、你都想好什么歌了？对呀、啊，有一首歌就是那个什么妹妹。妹妹，我只记得有一首歌叫做姐姐那个。姐姐，我要回家。啊、不是这首，哪一首嘛？你说嘛。哦，背着洋娃娃，妹妹你背着那洋娃娃、啊、不是你要把歌的全名讲完吗？你们也不给他看，妹妹大胆的往前走，不是我是唱不出来吗？我不愿意
辈子是嘴巴讲的歌名了。你还是用讲的比较好。妹妹，大胆的往前走是吧？可不可以？我们来试试看好了，试试看，看看我们的大嗓门，好不好？来，嗓门歌王，哎。觉得怎么样？够不够大声？你也不能这样子。人家不是妹妹大胆往前走，啊、妹妹是吓的这个。啊，吓得被吓走。被吓走了。哇，够大声了吧？哎，不过今天很过瘾，对不对？哎，不过今天这个大胆走，这个张宇来带给我们都是很难雄性的。够粗犷了吧？哎，不过其实来的时候我们要阴阳调和。你说又要我们两个合唱啊？不是，我就说你怎么也这样子？那我们怎么阴阳调和啊？这戏要联系，我要配合你。好，不是，我是需要，就是说这个听完这么阳，就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也比较柔美。小燕姐，嗯、你总不会要张宇跟你对唱吧？我怕他下次不来了。真的吗？要我跟小燕姐对唱吗？怕不怕？我先走。I don't want to see no. 我先走，我要去。I don't want to see no. 我马上。我要重新梳妆打扮一下。头大不怕大。哎，我告诉你，我拿狼牙棒来。我是说我要出去梳妆打扮一下。那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对呀，我有妹妹在啊。妹妹，你又说你是妹妹，你最讨厌。我开玩笑，我是欧巴桑。啊，你丢了。有妹妹在啦。有妹妹。漂亮妹妹。我今天也不用扮女生唱假音了。对了，有个漂亮妹妹在，而且又会唱歌，长得又很可爱。你是说？到底是说谁呀、啊？哎，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彭羚！你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衣服被撕破了，鞋子被扯掉了，裤子缩水了，鞋子起毛了。谁干的？谁干的好事？是，谁叫穿这样出来的？没有。妹妹这样子呢？他自己上次穿三只袖子来把钱花完了，哦，所以这次就没有袖子了。彭羚今天穿的是这个新装，哎，要跟张宇唱一首很好听的歌，对不对？是什么歌？是英文歌，英文歌啊，你可以吗 ？I try my best。哇，客家话讲的真是，我刚刚讲的明明是闽南语啊！啊，哇，听的就是很让人吃惊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哈林》中会就让各位不
同的感受。哎，你这个跟彭羚唱歌要有彭羚的这种柔情的味道，对不对？嗯，你带来哪一首歌呢？要不要钢琴？哎，我们还是让现场乐队老师来。对啊，等一下钢琴一弹，他又忍不住。不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调和一下，因为刚才你妹妹大胆往前走实在是太刚硬，太刚硬。现在来调和一下，来阴阳给他调和。除了跟他唱之外，之前还要做一个准备工作。好，你赶快喝了，你不要啰嗦，你唱那么多。哎，妹妹，你不要乱吐口水啊。妹妹，你叫他什么？谢谢啊，可以了。再来一首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无尽的爱，张宇、彭羚。My love,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My first love,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and I want to share all my love.张宇，尤其在这个彭羚的优美的歌声之下啊，可刚可柔，哎，谢谢。然后彭羚的声音是软硬天师，哎，我讲到哪里去了？你把它当成一个什么东西啊？软硬天师，小燕姐好坏哦。对呀、啊，好坏呀、啊啊！你怎么了？也没有那么坏了，你不要把你讲那么坏，可圈可点就好了嘛，对不对？没有你只是说我的声音可以软可以硬而已吧、哎、天师是什么意思对、啊、天师就是天师都喜欢、天使都喜欢听他唱歌等一下知道的你就知道不行你一定要解释一下我很好奇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你讲算了吧、啊、你不知道你们两个自己想歪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没有啊你太久没有来香港吧哦，对所以对香港的事情不是很了解我只知道有两个人叫软硬天师啊有这么好笑吗没
没有，他们很可爱啊，他们很可爱啊，对啊，他们很可爱啊。收工。不知道是找不到答案很难过，收工。那两个男生都搞不清楚。好，我们知道就好了啊。好了，你们苦情姐妹花，你们聊天去了。好，拜拜。哎，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张宇，也非常谢谢彭明来到我们哈林镇，希望带来更好听的歌，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超级女神。介绍这一位好友，我们以他为荣，是吗？哎，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你不太想介绍他，你说是因为有压力。不是，我这个很现实，因为他现在这个书卖得很好。哎呀，我们就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会写文章啊。哎，会不会是因为他来上过我们节目以后，书才卖得好？那当然，是我们的功劳，不是他的功劳。哎，而且他又是杂志社老板，我压力更大了。珠宝店老板，一定要好好介绍，冲着这个珠宝店老板。对对对。哎，平常他来上节目，都每一个人都会送的。用送的，这个大帅哥是我近年来少见的才子，用送的是吧？对对对，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珠宝商人曹启泰大哥。好了啦，帅。pose 不怎么样，因为没有停在拍子上。做起结婚生意了，也只有这个人真是会利用啊，想得到也亏他。结婚多元化，哎，对对对对对，结婚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结婚，婚姻是我一生的事业。但是结婚你结一辈子婚啊。哎，对呀，其实天天即便是在结婚过程里面，天天都觉得好像新婚的感觉。讲得真是哇，公然可以杀出这种滔天大火。你真是，你把结婚美化了。等一下，结婚到底好不好，我们需要一个见证人。哎呦，这个人呢，就真的跟他们在婚姻生活当中相处了很多。你这什么意思？哦，他们家欧巴桑啊。我要请这位小姐，她叫曹荣提。娘娘来了。哎，曹娘娘，热烈掌声欢迎她。巨星。小巨星，你不要跟我很好的样子，这样等一下你讲的话他们都不信。娘娘刚刚讲，我们分两组，男生组跟女生组。对，对，我们是女生组啊。那你也要牵着我手啊。曹娘娘，爸爸跟妈妈在家里啊，谁的权力比较大？没有关系，你真的讲。来，你往后站一点，我觉得他有点压力。不要影响他。你自己讲，你自己讲。你今天站一块。就是说谁比较听谁的话，爸爸比较听妈妈的话。他是为了节目效果这样讲啊。其实你不听是不是？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听不听？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讲？翻脸上来。那么念念，你觉得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是谁？爸爸。你说谎。最帅的人是爸爸，最帅的人是 Joy。错，拜托 ，Joy 是母的。没尝试 ，Joy 是母的。讨厌 ，Joy 上次跟我讲他是公的。上次你去找 Joy 的时候，对呀、啊，我弄错了。来，娘娘觉得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是爸爸，妈妈觉得最帅的男人是谁？妈咪觉得最帅，不是最喜欢，当然最喜欢爸爸。觉得最帅的是谁？也是爸爸。哦，妈咪也觉得爸爸是最帅的。啊！你看这件事多专业，他刚刚有趁摆 pose 的时候瞄了我一下。对呀、啊，然后曹启泰回他两个名字，哎，他就懂要回答什么了，答案就有了。啊、哦，来来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画面好不好？你来看这个人帅不帅？啊！说，哎呦，还会昏倒哎！哇，你自称看谁？那是谁？你看腿都软了，热身无阻。啊！真的好，帅不帅？不帅，哎哎，不要放了，不要放了，他已经有点抓狂了。喜不喜欢刘德华？娘娘，你想尿尿？娘娘，你是不是最喜欢刘德华？不是，不是最喜欢。那最喜欢是谁？爸爸。
哎，我觉得你太好了吧？你这个从小被小孩洗脑啊？没有，没有，没有。还在家第一个训练 Joy， 第二个训练娘娘。不是，可是全从生下来到今天，只要有人对我不客气哦，或者只是坐状要打我，他就翻脸。我不会这样，你想让我试试看？你们试试看，到后台他看到我在打你。小娘娘真的是又喜欢爸爸，就是爸爸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对不对？对，可是妈妈心目中的偶像不是爸爸，是史蒂芬·史蒂夫。还好是，我说李玲姐还是比较有眼光的嘛。哎，对，还是玲玲真的是。她常常在讲，如果史蒂芬·史蒂夫肯的话，他就不跟我玩了。还好他不肯。好高兴，好高兴。娘娘，你最喜欢？你今天我们知道娘娘啊，上次陈生叔叔说你很喜欢唱歌。你要唱什么？小太阳。小太阳，啊！来，掌声鼓励，这是娘娘自己出的卡带。真的？童年童女那张卡带。注意一下流行歌坛的动态，好吧？你是歌手哎。小太阳是吧？对呀、啊。小太阳，我听一下，我听一下。好，我们来听娘娘唱的。排行榜几个？小太阳。要不要有音乐？还是你一个人唱的？他音多准啊！你开始了。那我要音。我要音乐，不是央乐。要央乐，好，要音乐。我们给他一个音乐，谁知道那是歌怎么？哎，你们注意一下流行音乐的动态，好不好？对啊，你们是真是的，你们是顶尖的乐团，真的，你们都是乐手啊。小太阳，没有关系。好，你来先来一个 C key 好了。你先唱一下，让他们跟你啊。我们先给他一个 C key， 让他听听唱唱看。来，一个 C key， 二三。可是我也忘记音啊。小燕姐，你太夸张了吧！你这样摔倒了，对不起。我突然找他一个跟我差不多。哎，对不起，我把你输在那个地方。亲一个，亲一个。来，爸爸起个 key 啊、哦，我们起。你不要起。可以呀、啊。能 call 不？好，可以来。来，亲一个。来。不要乱唱，小燕爱你。哎呀，多有品味。小燕爱你。第一次有人敢对你的音乐素养提出怀疑，不要乱唱，要不然我叫警察抓你。好，再一次啊，小燕阿姨不唱哈。娘娘，你把爸爸十几年不敢讲的话都讲出来了。真的，我跟你讲，演艺圈演，哎呦，好护主啊！你看，乖乖啊、哦，来唱歌，唱歌。不要把我当成狗。哎呦，好，有，看出来了，对不起。一二三，亲一个。好宝贝，苏尔大大要赢呀！亲一个好宝贝，头脑好好要培养。小太阳，活泼可爱的模样。小太阳。爸妈心中的好 baby， 太好哇！别的不讲，节拍感绝对比超级赞好。哎，还没有完呢，第一遍是他，第二遍是我哎。哎，你不用了，可以下一集播，我们下一集录，下一集这样的，下一集。好。哎，不怪我讲的娘娘啊，哎，娘娘跟爸爸非常好，而且娘娘常常跟爸爸一起洗澡，对不对？对。爸爸洗得干不干净？洗头不干净。对，他一直在抓你。我跳蚤都肿了，肿了。来，因为爸爸说我是热人，因为我每天都一直流汗，连吹冷气都会流汗。哦，他是一个热体。哦，跟我很像，我妈说我是个汗包，哎，一搓就会流汗。哎，到今天你们兄妹才相认呢、啊。哎，来。B R B， 现在我们毙了你！哎，我们打个电话给妈妈好不好？好。喂。您稍后。他叫你们看号。他说什么？他说您稍后，好不好？这样我把这个总机换掉。您稍后。他说您稍后了，您稍后。不是你们看号。喂。哎。喂。嗨。妈咪。哎。Hello， 李宁。嘿。我是谁？小叶，嗨，你好，哎呦，您的声音还是一样响亮啊！李玲姐您好，我们有这个大帅哥曹启泰在现场。哦，他是帅哥啊！哎呦，我不知道哎。哎呦，不过我女儿是美女，倒是可以确定。哎，还是母女感情好啊！
爸爸也是大帅哥啊。哦，你女儿啊，护着你。今天在这个现场啊，可真是护着他爸爸。那可不是吗？那可不是啊。不是今天呢，每一项哎。一向啊，多少年我今儿才发现啊，如果在家里啊，哎，洗澡没洗干净啊，你如果叨唠他一下，哦，我看他不会，他不会洗不干净啊，因为他很少洗。哎，你们一堆人破坏我的名字，怎么破坏？哎，玲玲啊，哎，这个听说你身体已经好多了啊，是是，哎，咱们都很关心你，希望您这个快点好。谢谢你们打电话来。哎，不过第一呢，一定要戒烟哈。啊，戒烟呐。哎。戒烟，医生没有交代这个呀。哎呦，那你抽吧，你一天抽五包，好不好？不是，我不会抽几包。你，哎，你谁呀？啊，我是这打扫的小弟，史蒂芬史皮伯。哈哈哈哈哈！那是我的偶像。我是阿皮伯了。史蒂芬史皮伯的影迷庾澄庆。啊，你好，你好。等一下，哎，庾澄庆很棒哎。黎明。娘娘说她要讲话，她要讲话，她要讲话。OK。刚才那个叔叔讲话是庾澄庆叔叔。哦，真的，他不是也是你的偶像吗？还不是嘞。看到刘德华再怎么样，还是说他心目中最帅的人爸爸是爸爸。哦，你看教的多好啊！对，一直要我们面对曹景泰说他比刘德华帅，这实在是让我们没办法，没办法。而且刚刚娘娘还唱了一个小太阳，唱得好，哦，唱得真好，还请我不要在旁边擦音，你不要乱唱，小燕阿姨，她音感很好，她怕被这个破坏掉，不过玲玲，哎呀，他们母女连心呢，怎么搞啊，玲玲啊，哎，曹景泰安分点，我们接通电话以后，曹景泰没讲过话，对对对，不用不用，我常跟他说话的，要啊，玲玲啊。结婚这么多年，您要不要说句真心话？真心话哈，对，就是他写的书我看完了，那他在写书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虽然我也走进走出，假装没有很仔细的听啊，但是呢，我心里面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呢，我所有的感受呢都被一件事情给压下来了，就是我觉得要留点口德，然后呢，我也应该啊假装很尊重我的丈夫，然后呢也。假装呢承认啊，他讲的都是事实。老半天都是假的。娘娘有话要说。他又有话要说。哎，你赶紧说。那个小燕阿姨啊，你可不可以笑的时候嘴巴不要那么大？还是高兴啊。哎，娘娘，你出门的时候妈妈怎么交代的？我说很多事情虽然是事实，也不要说。我要离远一点。玲玲真的要很非常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的朋友对她的这个关心，哎，所以呢，曹启泰呢，这个他这么努力了，其实我想玲玲啊，他真的很担心你的身体，也希望你好好的这个把病赶快养好啊。好，谢谢，祝福大家。还有一句话，小燕啊，哎，你照顾多照顾启泰，就像你，你不能比那个照顾庾澄庆照顾的少哦。哎呀，不会不会，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关系不同了嘛，当初是你不要的啊，不是那个啊，对不对啊？对对，好吧，念的这一层的话也要多照顾。您放心，玲玲，您在家，我在摄影棚，咱们四只眼看着他死死的。好，你跑哪去？关你啥事儿？我插花吧，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哎，好，非常谢谢玲玲，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来，我们掌声，哎，谢谢大家。刚刚不是李明，那谁？哦，就是立马卡号那个，对不对？哎，对，那刚刚接电话那我们总机讲的话不算。我跟你讲，刚刚打电话吵成一片，你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好好跟李明讲一讲？你刚刚也不太敢讲的样子。没有啦，就是。其实呢，在这一段谈笑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玲玲的这个真情，哎，跟曹启泰呀，还有娘娘，娘娘最真了。哎，对对对对，一直攻击小燕姐。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这个要非常谢谢玲玲姐接受我们的访问，同时我们也恭喜你，谢谢，谢谢小燕姐，谢谢娘娘来我们的节目。我们每次上节目这一段录那么长，这样会不会播出去啊？会，会啊，会。反正你们送我们珠宝，我们一定播出去。哎呀，对对对，前提是珠宝。好了，他现在纠正你了啊，你回去再慢慢想这句话的意思哈。什么意思？我也不懂。谢谢小恩姐，谢谢阿玲，谢谢。谢谢，谢谢娘娘，谢谢。超级星期天 Super。
各位朋友，好久不见啊！今天我们超级剧团再一次要出发了。那么为什么很久不见呢？因为哈，我觉得哈，我的造型有点松了。不信你看我今天穿的哈，这个团长今天穿的上半身哦是很正常，可是下半身哈，哎，拍谁喜欢搞野口后啊，卖短衣的哈，是因为这样，我觉得那个全身穿的银亮亮的走在街上哈，有点怂。我们今天要突击两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哦，很好玩哦。尤其是第一个地方呢，是号称台北市最高的电梯。哎，到底有多高呢？其实不太重要，重要是说，如果是电梯秀走了啊，秀走了里面困了很多人，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哎，到底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呢？你想想看，电梯秀走了在里面要干嘛呢？好好好好，请看我们今天突击的第一个地方，电梯在里面要干嘛呢？请看我们今天的 Give Me Five。哦，这没听过哎，这是饭店，三温暖设在电梯里面。哎，要是有按摩更舒服。赶快帮部长按摩一下嘛，搞不成啊！哎，我们再烤一个小时。哎，好啊，快关门了，蒸汽都卸光了。哎，是是是，关门关门。快，提毛巾。哎，开了开了，门开了，走了走了走了。打完这些再走，打完这些再走，打五十分钟哎。五十分钟打到西风，哎呀妈，西风最起码打牌打到北风嘛，对不对？我连庄哎，啊对对对，哟，我收钱就想走啊，没有什么话，我输不起啊，打啊，打啊，谁怕谁？打，关门。好，哈哈哈哈哈哈，狂奔我，谁有人呢？哈哈哈哈哈哈，这你跳，这你去到旁边跳去。哎，你在帮谁打毛衣啊？帮我太太啊。哎呦，好老公哦。哪里？哎，门开了，要不要出去啊？哎呦，把毛衣打开再出去嘛，回家给老婆一个惊喜。关门，关门，关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门开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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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不好意思哈，哎，这个以上纯属虚构啊，如有雷同的话，那就是巧合了哈，不好意思哈。好了，刚刚是开玩笑的，这是我们突击的第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突击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那什么地方？那就是台北市的中山足球场，干什么呢？哈哈哈，开玩笑，军团的团长不是白干的，今天要带你们去看 Hong Kong 哎 ，Bon Jovi 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我没听过哈，不管怎么言之 ，Bon Jovi 开演唱会，我要带你去看看 Bon Jovi 中山足球场的现场演唱会，超级军团出发！足球场，你有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啊？对了，今天这里就是号称有一场演唱会啊，观众们要跟飞机比大声呐、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趁这时候呢，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一些吼喊的打击。为什么呢？因为在5月13号，另外一个超级巨星 Phil Collins 要在同一个场地办演唱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看现场有哪些幸运的观众朋友可以在我们超级巨星的福泽之下呢，得到 Phil Collins 现场演唱会的门票。但是要有条件哦，什么条件呢？我想想看啊、哦，今天是今天他来的时候是5月13号。好，那这样好了，谁有13块的铜板，我们就送他两张 Phil Collins 的票，帅吧？走。好，哎，你好，你好，有没有看过超级星期天？有。好，你身上有没有13块铜板？如果你现在5秒钟可以拿出来的话，我们要送你很棒的奖品，13块，快快，十三块，为什么要13块呢？等一会再告诉你，十三块，快点，差一块啦、啊，差一块，很抱歉，没有13块，对不起，人家送你门票了哈。Do you have $30?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that $30.
另外一个英文字母的，哎，DJ，哎，我们是真正的 DJ， Channel W， 就是两台并在一起，对，两台并在一起，对 ，Channel W， 来，吴大伟，吴马，吴美，吴美，做个诗来听听，哎，啊，做个诗，你不是会作诗吗？对，吴满秀，一二三四五六七，还不换一个？哦，那个诗，那个诗我晓得，别人有的。我们都有，对，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对，别人知道的我们都知道，对，就算别人不知道的呢，我们也就算我们知道也不告诉你。哇，大诗人啊，有进步了，
以前只会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幼稚园毕业之后就会这个七六五四三，没有，知道三而已，没有没有。吴大伟，你好，接着一个人主持八个节目，哎，好用吗？便宜吗？哎呀，今天主要带点特别的给我们。平常已经很奇怪，他还有什么特别的吓死人呢？老师跟你学的，吴力，对，也请您这个哎，吴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的，来。哎，这个是给牙医用的。这个是因为，我的牙科在美国，然后最近比较忙一点。哦，没有，对，没有空回去。然后他因为看了很久了嘛，他就说，那么你拍张照，然后我就寄回去给牙科的照片。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张。蜡笔小伟。你晓不晓得？这个是因为。不知道上面看个什么东西，我一看，哦，我知道了，有人穿个短裙，他就在那，在楼上，结果就被人家一框上了。那果然是蜡笔小，谁跟你讲的？小伟。哎，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一个。这个老实说是个意外，这个绝对是个意外。您这个习惯不是太好。对呀，你当街卖袜子。不是这不是。不是，因为这个，而且在人家的小吃摊那旁边臭豆腐，臭豆腐。这个其实真的是个意外，因为本来在拍一些那个宣传照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我就坐那边，反正在换鞋子。你看下面两双鞋子，从球鞋换到皮鞋，哎，然后换了一个过程之中呢，后面吃饭人都走了，真是没有，那开玩笑。然后真的，我就有事没事就 camera 在前面拍，我就拿起来给他，顺便就换袜子，左脚换到右脚，也不是，就是因为把袜子给脱掉，换到另外一双鞋子。而且真的拍了，然后真的还把它用出来了。好，所以这个我就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样子。解释这么严重。然后那个时候我头发也留得很长，你看到没有？哎呦，真是长哎！那是因为蛮漂亮的。去了牙买加旅游了一下，头发也长了。对。不过其实吴大伟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呢，希望用吴大伟的方式来帮我们介绍这个地下音乐带。这个歌呢，在我们 Channel S 上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因为它经常那个之前有首歌叫《礼物》。礼物送给人家之后呢，哎，既然没有礼物了，那怎么办呢？多么重的礼物，那么重，对，圣诞节、生日，然后什么什么节都有礼物，对不对？就送给人家之后呢，自己没有礼物了，怎么办呢？那重新自己再去买一个回来，结果买一个东西回来呢，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很奇怪的一种嗅觉上的一些问题，味道是个很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很奇怪的味道呢？因为它闻起来是焦焦的味道，焦焦的味道。好像被火烧，有点焦焦，就有点焦焦的味道。但是这个焦，我想是另外一种焦啊，哈，另外的焦焦。对，它是个小焦。对，而且很小焦，而且很不幸呢，是只有焦了一点点，就是小焦，很不幸，小小一点焦。味道，味道呢？我们来看看。晚上的星星很小，不知道它们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都寂寥。咔！你在哭什么东西啊？我的表现习惯就是这样子哭啊。你也是唱礼物啊？啊，重来一次，好好唱。表演错了啊！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香港脚味道。我想念你的床，有发霉的味道，想念你白色衬衫和你狐臭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中淡淡篮球味道，记忆中最深爱的味道。哈林啊，我来了。你查什么查你啊？你不是哈林啊？是哈林，我是李他了。李他？可是门口上面不是写着，你看嘛，是哈林公寓，玉公银哈，哈林公寓，玉公银哈，哈林啊。
这样你神经病，愚公愚公你他。哎呀，他扮女人不错哎，娇，姓小娇，小娇哎，谢谢吴大伟。Superstar 正式要来开始了，但是呢，我们每一位参赛者他们的信誓旦旦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第一号呢，就是我们战力有90分实力的李知琴小姐，使用的是八棒球，看她有什么说法呢？哎，我觉得这个技术并不重要，但是意志力非常的重要。哇，好，登记第二号的是120分到130分的战力，使用9号球，擅长直球，号称直球王的琴电飞碟球的小刚。其实我除了这两种球之外，还会很多种球。今天呢，请到我来，我看没什么厉害的，我是冠军拿定了。好，接着下来是我们登记第3号的西元小姐，她是今天最恐怖的，分数好恐怖哦，好恐怖，好恐怖，只有39分，使用是6号球，6棒球，几乎呢很难找到的西元小姐。告诉你，谁要是能打得比我烂，我就给谁10元。我可以拿去。下一位是我们的蔡荣祖先生，他是不得了，他战力有160分到170分的实力啊！他今天使用的是11号11棒球，我想冠军一定会我摸起。蛮臭屁的。好，我们下一位是西蒂小姐，啊，今天是纯粹来练身体的，有54分的实力，用的是比姐姐多一点7棒球。告诉你，我今天发狠了，一定要夺得这次比赛的最上镜头奖。下一位是我们童美华，具有100分的实力，也非常具有冠军相，他用的是是10棒球。我想说就赢这10块钱比较容易，所以我就为了这个10块钱狠狠地打他一顿。 OK 好，我们稍待一会儿继续欣赏我们的超级星期天 Super Always Super Strike Super
我们每一个艺人呢，每一个选手呢，他都有五球的机会，看谁击出的 strike 数字最多。第二个项目呢，就是我们的趣味障碍赛，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障碍，看谁呢能够在经过这个障碍呢，同时能够打出 strike， 这一球呢是 double 的分数。我们现在立刻来进行第一个项目的 always super strike super。好像又多一次，快到！现在呢，他们比赛成绩呢已经揭晓出来了，不错。经过他们如火如荼的这个拉锯战之后，成绩已经要揭晓了。就在我后面呢，就是我们分数的告示牌，看一下。一号李志勤小姐，咚咚咚，零分。小刚二号，哎呦，不错，二号打两次出来。三号徐熙媛，底下是一片空白，没错，也是打了两次的洗勾，所以呢很伤脑筋，次好厉害。蔡荣祖，哇，不错，他打了两次的 strike 哦，这是四号的蔡荣祖。五号徐熙娣，哇，底下一片空白，本身打了两次的洗勾，所以呢很伤脑筋，零分。六号彭伟华，外表看起来很健壮，结果打了两次也是洗勾的，其他的分数也不太理想，没有打出任何 strike。 好，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项的比赛，趣味障碍赛，我们稍待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来，赛的结果怎么样？很精彩吗？我们下个礼拜呢在台北市举行，想要来给我们现场呢就打这个查询电话，这个是我们这个比赛的地方，还有我们到时候有好多偶像巨星都会在现场跟大家来较量一下，希望大家来欣赏我们的决赛的部分，我们到时候一起来较量一下咯，走。心有点碎，有
终已过去，不必马上面对直觉。我是有点醉，有点累，有一点冲动，无所谓，管他谁伤了谁，谁爱上谁。这是我第70次离开你的谎言，一路跌跌撞撞，收拾骄傲，期待和后悔，也不愿在你的面前献出我的伤悲。我的心有点碎，有点累。这是我第77次离开你的谎言，骄傲，期待和后悔，也不愿在你的面前献出我的伤悲。我的心有点碎，有一点累。为什么我的开场音乐里面呢，又有融合的多尔衮，又融合的卡通，当当当当当当当。好，今天非常高兴到了我们 mini concert 的时间，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生都没什么所求的，一生何求，李克勤先生。再见以后要等多久，我的心才不会颤抖，你的容颜不再如此冷漠。分手你有太多借口，等你只有一个理由，相信时间总会让你感受到我的温柔。我这漫漫一生何求，不过等待一次你的回眸，发现在灯火阑珊处有个人还在为你守候。我这漫漫一生何求，长夜未尽，一切没有对错，如果有情时光也会停留。有个人还在为你守候，我这漫漫一生何求，长夜未尽，一切没有对错，如果有情时光也会停。欢迎！哎呀，这个李克勤啊，今天是我们的嘉宾啊，来担任这 mini concert 的主角。不过今天李克勤来啊，这个您要不要先跟大家问好一下啊？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来，掌声鼓励一下啊！谢谢谢谢，这是我第一次来的这个 mini concert。不过其实李克勤来这里，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大家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算是益智问答的游戏。好，都跟李克勤有关，好不好？看看你们对他了不了解。如果你们了解的话，我们有这个精美的奖品要送给大家。好 不了解的话就可以乱猜。不了解可以乱猜，好玩嘛。好，首先第一个题目，这是跟李克勤有关系一个数字。李克勤身上什么地方？为什么要笑？不能笑吗？不能笑。李克勤身上只有6.5公分，是什么地方？也不会是很可怜吗？反正就是一个地方就对了啦。对，你要不要跟人家暗示一下？好吧，这个地方是、看得到还是看不到的？你们可以看得到的。哦，好，会的同学麻烦你自动举手，好不好？来，什么？鞋子号码？鞋子号码？
男生的鞋子穿6.5那就太小了，你是3寸金莲。这边，这边有没有？来，脖啊，这个是没办法。你说应该是算是长还是算是短？脖子6.5公分蛮短的，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是高凌风先生。好，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答案。哎，无名指啊，再猜一遍，再猜一遍，再给一个机会。手掌，后面有没有知道？哎，这个比较成熟一点的。啊，你进来，过来，来鼓励一下，答对啦。我刚刚说过，年纪比较大的，就会比较懂事。你不要说人家年纪大，这位先生，您今年几岁啊？18。你看，啊，年纪大就算了，还说谎。答案是不是小指头？是。我们给观众验证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确定一下。来，我们拿个尺，好了。没错。6.5公分，讲。来，我们鼓励一下这位先生，恭喜！来，恭喜！好，等一下，我们有奖品要送给你啊。对。哎，你怎么黏住我的手？等一下，哎，先生别走啊，我们有一个奖品要送给你。好，先不要。李克勤的卡带。不要，对。啊，谢谢。谢谢。握个手啊，谢谢。谢谢。你好像是校长在颁奖，你有没有快一点？好，今天我们这个简单的游戏，我们跟大家拉近一下距离了啊。但是其实我们大家最欣赏的还是李克勤的歌艺，尤其在香港啊，他的歌曲呢，这个真的蛮受欢迎，将来不得了，一定是天王的接班人。我们期待你有更好的这个发展。客气。那么今天客气啊，那就不用客气了。那么您今天还要不要再唱几首歌曲给大家欣赏一下？会啊，第二首歌我唱给大家听，就是《留什么给你》。留什么给你？来，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李克勤先生。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像潮汐，梦如何决定？爱就让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有修行，流浪有勇气，还想不想你？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的问题，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让不很在乎寂寞的我难过得想哭泣。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泊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泊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谢谢。接下来我要唱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就叫《不懂温柔》，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歌。谢谢。爱太久，却让感情变得更脆弱。梦太多，就怕醒来以后更寂寞。总相信我们之间许多话可以不说，只交换眼眸就已经足够。早习惯有你为我静静地守候，没想过什么时候你会离开我，什
活中，太多感动的事只想对你说，如果你有走，我如何承受？也许我无心地忽略你内心的感受，因为你总让我这样爱你，爱得太自由。笑着说，是否还能够让我们重新来过？过去只能怪我。每个礼拜天晚上两个钟头跟我们一起相聚的观众朋友，不过如果你希望来现场的话，请。好像我们在弹钢琴的感觉。对对对对，哎，请您打电话来，我们会安排你来到现场。来现场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在最后现场听我唱两句。哎呀，小燕姐唱歌是我最高兴的。没有金钟奖、金曲奖，我们也可以努力啊。下周再见，哦耶，哦耶，别忘了下个礼拜天8:10超级星期天再见，希望下周再见。
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爱人离开我不说为什么，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学会了喝酒，每次我都喝醉但从来不犯错，明天酒醒以后我依然是我，笑容太甜泪水太咸，山盟海誓到了最后难免会变，烦恼太多未来太远，何不陪我一起放荡游戏人间，你不要问我，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反正都是没把握，不必太强求，我有我的痛，我有我的梦，装疯卖傻的时候你不要笑我，也许有一天你我再相逢，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才是英雄，笑容太甜泪水太